要不用吧。看见吧，我们家的饭一点瑕疵没有，你可以去随便看。这是最后一锅的饭，这是今天最后一锅粥，吃到晚上就没饭了。照着卖羊肉汤这么多，你敢称第一名吃？该啊，当然了。我也做得到，我也撑得起。这个羊杂汤在河北来说就是咱赵县做的最好是吧？对。那你这是赵县第一，那不就是河北第一了？也可以这样说，我认为可以。您这个羊杂汤做的这么好，是跟谁学的？我自己创的。如果我这是跟别人学的，我就不该称第一了。我在师傅跟前该称第一吧，是吧？你这个说第一了，你怕不怕别人来不服的来踢馆？不怕，真不怕。是吧，真不怕，因为我该挂一个牌子，我该撑得起，我就不怕。那你最开始刚开始挂上的时候，同行有没有意见？没有，没有人敢出来说把牌子给我摘了，你输不到，输不到底，没有。那这个牌子是你自己挂的还是政府给你挂的？这个政府也认可，因为地方小吃他们也会去扶持，是吧？所以你就挂了这个。叔，咱赵县最好吃的美味是什么？最好吃的美味是羊杂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哥，今天来到的是河北赵县啊。赵县古称赵州，是石家庄的下辖县啊。赵州的话也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在我身后啊就是赵州著名的景点石塔啊。来赵州吃什么？其实不用多考虑，必须是羊杂汤。在赵县的大街小巷啊，到处可以看到羊杂馆的身影啊，尤其以石塔这一块最为集中啊。我们今天去打卡一家著名的羊杂馆，这家羊杂馆是最牛了，号称赵州第一。看，过了饭点，还有很多人过来吃羊杂，加汤，美女也能喝两碗，都是人啊。这里边东西是吧，肠、肚、心、肝、肺都有，看是吧，好看吧，汤颜色也好看，味儿也好。对，这边啊，那边也还有个乌龟饼呗。有点微辣，一点都不辣，因为你这个饭必须要做出这个大众口味的，是吧，都能吃。如果你过于麻和辣了，有些人都接受不了了。这是我们家羊杂。一会儿给我带着，在那个冰要10块钱的。这带走五份，算不算带的多的？不算，这带多的都是拿过来。这个是炖一下午，然后焖一个晚上，只有焖一个晚上才好吃，才入味。哦，我看你这一碗给的还不少啊。啊，都是一样量。因为俺这都知道，首先是味儿好，实惠。这一碗多少钱？这一碗12。这个是牛杂啊，这个是牛杂。哦，咱这除了羊杂还有牛杂。哎，对。牛杂多少钱一碗？一样，都是12一碗。哦。这一中午要卖几锅啊？这一中午要卖5锅饭，最少卖5锅，晚上还有一锅。一天要卖6锅。一天6锅饭，最少6锅饭。这一锅的话，我看得盛100多碗呢。那这一锅就是要100来碗，就是传承了好多年的一个俺赵县当地的一个名小吃。哦，像您做这个羊杂汤做了多少年了？13年。哦，您这个生意好有什么秘诀？首先食材好新鲜，然后是吃到口里味儿特别独到，特别好，这个干净。这里面还有大料是吧？有各种料啊，汤都是免费加。哦，这个就是铁水。哦，这个羊汤是一开始生意就这么好还是？不，一开始可没有这么好。我一开始是吧，一开始几乎一天就卖个200-300块钱、没有几个人吃饭，因为我刚一干，我不被认可是吧，刚干都不知道。现在一天能卖多少？现在一天我能卖到，就俺营业额一天都在7-8千。啊，这是营业额，不说利润啊。
现在是咱赵县生意最好，最好，可以说最好。咱赵县有没有100家羊杂汤？有，赵县就是说赵县，不说县城，就说赵县，足足有100家。咱这个云的客人也从哪里过来吃的？原料啊，最原料上海、深圳、广州，就是最原料，北边到北京。那得坐飞机来吃。当然了，我就佩服我自己，真佩服我自己。我跟你说这，知道吧？这么多年我也不容易，一路走过来真是风一程雨一程，我真不容易。我能做到现在靠的就是持之以恒坚持，这个骗不了人。你是说我还不新鲜，你说新鲜的这个肉色的时候，这个你骗不了人。你吃的感觉好吧？啊，好好，老板老公似的。说你可以去随便采访一个人，我刚开门盖的第一天我就说了，只要有一个人来我这吃饭，我就用这一个人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千万，这就是做的就是口碑。对，只有用口碑你才能做好，你没有做好也不会有口碑。老板说他们是赵县最好喝的羊汤。对对对，经常来喝是吧？嗯，对。喝了多少年了？他说这开多少年再喝多少年一口汤下去，鲜香鲜香的，所以难怪很多人来，一定要多加汤的。这个汤虽然表面上看着有一些辣椒什么的，但实际上的话，这个辣味并不突出啊，更多的突出的是这个羊汤的这种鲜香啊。这个羊杂吃到嘴里面呢，只有这种肉香味啊，吃不出这个羊肉的这种腥膻来啊。吃羊杂一定要配上这种饼啊，这个饼是6块钱一斤，我这么多3块钱，吃5块钱在这里，我想能够吃饱吃好。知道味道对我来说稍稍这个汤味重了一点的，没有别的毛病啊。它好像还是放了一点点这个醋的，后味有一点带着一点淡淡的这种酸啊，非常的解腻。来，给我再加点汤，这个汤太好喝了，加汤是免费的。好 ，OK， 开始带了。好，再来点香菜。满血复活。刚才有点失误了，其实这个汤啊热着喝味道更胜一筹啊。一热当三鲜，这话果然没有错。